嘴干啦，茶，哎，你臭的人是哦？你即摆跟我讲话啊？嗯，啊无我甲鬼讲，要讲啥？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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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茶茶伊茶茶伊茶茶，请问这个乌巴桑啊，你要啉什么死人骨头茶？哦，我咧气死，乌龙的，无。高山的无，铁观音无，无我问你嘞，恁这是到底有啥物茶呀？阮这有这个白滚水啊，这就是茶啦。你要恁袂晓家己听，你是开手呀？嘿哎，到底我是对遐咧得罪你，你来遐咧对待我？哎呦，你是阮当娘的客母呢，唔是我人的客母呢，所以你跟我无关系，所以我唔免听你的话。哎呦，我是要你气死呀！你疯啊！是安怎样啦？你看啦，啊、你管家行径，你敢行径啦？哎，卖生气啦，是安怎啦？我哎，汤娘啊，迄个，亲，我要啉迄个高山啦，当顶的，甲迄个铁观音啊，我就要来传落你，我就随来泡。母啊，坐啦，坐啦。伊拄仔毋是对我那态度啦。母啊，啊，你都毋知即马管家吼就歹请的呢，啊伊吼就是生性敖应话啦，你卖生气，咱卖插伊吼，卖生气啦。门关起来啦！即马到底是啥物情形啊？哎，姆妈是安怎，哪会带咱家？啥物你搁认你做客母啊？啊，歹势啦，我临时认的啦。阿叔无甲你讲一声。你即马到底伫边啥房？无啊，你哪安尼讲啦？我是想讲，恁妈的人拢伫咧国外，啊，阮妈搁过身遐侪年啊，人我心肝内一直想讲吼，要有一个老母通我友好。就是安尼尔，我唔才甲拎开啊。我感觉真奇怪咧。嗯。别人唔去拎，偏偏你落来拎小露因老母来做客母啊。那这哪有啥好奇怪啦？啊，就伊感觉我袂歹，我嘛感觉伊袂歹，就是安尼啊，足简单啊。咁拢无别种意思。佮别种啥物意思？哦，你要拎，哦，就互你拎嘛，对唔对？是安那，你落来甲带转来带咱家。这叫来因一下就误会啊嘛。哎呦，啊，那客母带客查某囝来厝内，这足正常的代志嘛。啊，你也要误会哦？哦，好啊。你若真是安尼，要误会，迄是北堂的，甲咱哪有地带？我感觉无啥妥当。你咧惊哟？我哪有啥通好惊？好啦，既然你若感觉讲安尼无妥当，无我即摆请你走好啊。你请人来，啊，佫随便请人走，安尼袂用的啦。安尼也唔好，安尼也唔好，啊，无你即摆到底爱我哪做嘛？好啦，有去啊，啊，人都来啊，就好带落去啦，吼。什么所在？啊，要安怎行哈？你好，茶，啊，你来伫遮？我伫遮等你。哦，安尼我知，是不是我死啊？啊，你伫遐等我，要带我去阴州地府吼？不是，这是阴阳界。这条桥，你若为遮行过去，永远无得等阳间，所以你紧等去。哦，啊，安尼我都还袂死的。啊，对啦。人我顶边吼，伫迄个神师婆吼有甲解过呢，我计会当活咧一百年哦、喔。
你头家生死簿的代志，阎王已经知影，你赶紧回去。是讲吼，第一日了勇敢哦，活甲真艰苦，我嘛无想要活啦，啊，规气死死哦，嘛较快活啦，疼的啊，啊，才亲像你啦，你是有够好命，啊，七早八早吼，放阮两母仔囝做你去啦。啊，但是迄鸟仔虽然哦红红幼幼，我那有哪个立立到即满这么大汉啊？结果嘞，走的走，散的散，唉，实在哦，我嘛活到足艰苦。这我拢知啦。你知，你知影一句好嘞，加上像即满啦，感觉定定要倒，啊，小路搁缀人走，啊，鸟仔足失志的，规工啊面忧面干，安怎讲哦？伊拢听袂落。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命运啦。接下来啊，即摆拄到伊流年，行到这个运，这个难关一定爱过。你甲苦扛无效。啊，敢无法度通解运？哦，讲过，安怎都拢无效，一定爱过这个难关。疼的啊！我活到足艰苦，我嘛无想要活。你带我做伙去好无？袂用的，你时间还袂够啦。莫啦，你带我做伙去啦。你紧转去，我嘛要来走。疼的，莫啦，带我做伙去啦。走啊走啊去！疼诶，疼诶，疼诶，疼诶！恁爸呢？帮我做一去，生活有够凶诶！母啊，你这面盲啦！啊，我讲叫伊甲我带去，伊拢唔甲我带去。恁爸当然袂带你去啊！你活甲好势好势啊！我活甲足痛苦，我无想要搁活落。哇！你妈安尼讲啦，我心肝已经足艰苦的，啊！你闹安怎？你是要叫我安怎活落去啦，母啊！阿姐，母啊，真是足唔甘的。好啦，母啊，我来决定啊，决定要好好啊活落去，家己吼做伙来度过这个难关。好，拄则恁爸有甲我讲啦。讲你即阵啊吼，有较歹运啦，会安尼足侪安尼哦，安尼足煞煞的代志吼，叫你爱忍耐啦，哈，安尼哦，甲度过这难关，就无代志啊，这拢是你的命，知影无？安尼讲起，你唔爱好好保重你家己，我活落去对无？对。对啊。好啦。再来吧，迄个大卖场的董事长来找你哦。安啦，是拄啊整了无够开哦。照了你莫安尼想哦，我是有代志。哦，咱两个即摆已经无交叉，你请。照了。你若唔走，我是真正要掠工哦。嘿，照了阿爸，莫忘记啦。我知影你即摆一百岁，我互你发烧嘛，我互你拍到气消为止嘛，我绝对无还口啦。你即摆是当作我唔敢就对。哪会当互你消气哦？我你怕死，我也甘愿啦。哦，你应该去搬伊个，你足够演。无你是要去我安怎啦？我都要安怎，你才会当相信啦？无唔对啦，恁丈夫即摆是住伫我遐啦。啊，不过我着……过我着知啦，过来小路会搬入去嘛。啊，你头仔双脚踏双船嘛，恭喜哦！你话话讲完会用个袂？恁丈夫住伫我遐，迄根本就是要换一个人的主意嘛。我嘛拄啊才转去才知。我再讲。我哪会知影伊这个人粗汤弄两块遐恐怖？小姑到底都我都唔知影，我哪有可能无到底我遐？搁咧演啊，又搁咧演啊！哦，你真是无要相信我，你敢来？你敢来看就知啦。喂，嘛咧奇怪，两个乌里桑加起来都百几岁啊，搁为着一个乌巴桑咧食醋，食这型的，要笑死人，唔只安尼。啊，这电影来遮古锥啦，啊，搁即型的啦。哎呦，哇，这地还搁较特殊。哎呦，哪会生出即款的啦？哎呦，又无当作。嘿，你生有够装卡怂，你知不知？一个入门，懵东懵西，懵这懵那，啊，你懵到有遮来？
这一地几落百万呢？你若弄歹，你是赔袂起呢？查某囡啊，你是咧管啥哈？你是咧唱啥的哈？我是美凤啊，你呢？客母哦，那是论斤哦，哼，你都爱穿我头家嘛，你知无？哦，头家嘛，你是头家嘛？我甲你讲啦，阿母尊金嘛比嘴啦，阿麦点咧拗出咧鸡肉贵啦，哼，我生目睭花白白哦，毋捌看人迄老母摊像你这样啦。倒一个做士大人的，要希望我家己的囝儿事事，大家婚姻快乐美满。独独干那你啦，逼恁查某囝跟恁囝婿离婚，有这个老母那可怜啦、啊！哎，小女啊，你实在是不幸哦、啊。倒一个做士大人的，要希望我家己的囝儿事事，大家婚姻快乐美满。独独干那你啦，逼恁查某囝跟恁囝婿离婚，有这个老母那可怜啦、啊！哎，小女啊，你实在是不幸哦、啊。阮家代志免你管啦。死查某囡啊！我跟你讲，即嘛是卡在吼，上无咧美国，伊来咧台湾咯，我就叫伊来甲你杀断。我跟你讲，哈，讲难难搞，哈哈哈！恁查某囡要甲你杀断。哎呦，小鹿啊，这是实力哦！哎呦，讲完你这个查某囡仔哦，啊，当然就先甲母啊讲一声。就害我呢，予别人甲我讲，我才知。母啊，啊你奶奶住喺遮呐？啊，都美好啊吼，认我做客母啦。哎、欸，人对我吼足照起工的呢。母啊，你行你去看看嘞，到来等。哎、欸，无咯，我才来尔，我还袂住着呢。妈啦，你莫住喺遮呢，共杂做啦，去看行李啦。我来。我行李看好势。哈哈哈！哎，啊你也是甲我看行李啊？哎，当然咯。啊，人是客气，然后你敢要只大气工啊？尔，你真是带了有趣味，啊，无你袂晓连户口煞迁入来，又够家暴呢！哼，小鹿来，来坐。哎呦，人吼美吼有讲嘞，讲等下你转来吼，我要甲你接来到我斗阵住呢。哎，哎呦，啊美吼出去念伊就转来，啊你是咧客气啥？啊恁两个孙仔就是客姊妹啊，我袂待遮啦。哎。你若无爱住，嘛着等下美凤啊，伊转来才甲阮讲一声，啊，毋则袂歹势。来，怎啦？你家己问嘛。亲戚朋友都在讲无？哦，小鹿，你是从何来啦？你要弄招来啊？吼，唔免啦啦，来啦！哎，小鹿啊，你来啊？吼，依依啊，这条你唔对呢。啊，怎么老朋友来啊？你无好好甲招待一下，到底是要倒？嗯？感情感情是甲钱袂比的，啊，感情甲感情是要比啥的啦？啊，你敢无听人在咧讲爱情甲面包？啊，若无面包，哪有迄个爱情啊？啊，敢若要安尼，早就好处理你的，咱的代志，到时阵才去爆发。人是在吞论你啦，啊，莫搁辱我啦，愈久就出代志啦。才五十趟尔啦，夫妇嘞搁登来啦。这个吧。哎，你坐偌久啊？我坐真久啊。啊，你拄仔咧甲我讲话？无，我哪有咧甲你讲话？无你甲谁讲话？我是咧讲吼，阮全家甲眼前离婚足久啊啦，啊我甲人才知影啦，啊我想我即马若撞到全家啊。也唔知变哪个安慰较好安尼啦。哦，哦。春娇啊，即卖是好个人，咧做管家，生活应该真好过，你免烦恼遐济啦。那呢，我就放心啊啦。明仔叫来。
啊，我真久无起来啊。阿敏啊，怎啊好无？人无啥拄好。无拄好。嘿，这个吼、哦，足爱来甲人趁流行的呢，唔知去流行就杀死我。无啦。我来甲看嘛。哎、欸，小来，你生足悲哀呢？啊，食到这个年岁啊，翁阿婆甲这个甲人出门啊，哈。我拄好才到位啦。哟，安尼拄啊好，你顾家人嘛，啊，我来去买菜。哦，无闲做你。啊，敏啊，咱拢已经有年岁人啊啦，啊，若有啥物代志哦，咱都安尼想较开咧，莫绑在迄个心肝头。啊，若绑久哦，心肝就会结归完啊啦。啊，到尾啊吼，就变乌鸡丸啦！我今麦来甲你讲，你就得听也无啦，啊无你是困死啊！吼，你也困死啊！变啦，咱拢已经有年岁人啊啦，啊若有啥物代志哦，咱都安尼想较开咧，莫绑在迄个心肝头。啊，若绑久哦，心肝就会结归丸啊啦！啊，到尾啊吼，就变乌鸡丸啦！我今麦来甲你讲，你就得听也无啦，啊无你是困死啊！吼。你也困死啊！你要讲话哟。两位师大，慢那见面就冻啦。母啊，你困嘛？你房间困得坐只。我敢会用个倒落哦？啊，我若倒落哦，这个家就倒落啊！我一定爱经好掉，这个家才会发大个建起来。啊，其实哦，恁厝内面发生的代志，阮春娇啊电话中就大概有甲我讲过个啦。啊，但不幸的代志发生就发生啊，大家想较开咧啦。即马上重要就是恁的身体爱较保重咧。食到即落岁，才拄到即款的代志。阿囝，我听玉玲讲啊，讲你有去阿姨阿遐，啊，你有看到小女阿无？无啦，我刚看阮丈母娘啦，啊，伊就讲小女阿去因兵遐大几工啊。啊，小女阿嘛真爱。啊，既然都回来台湾啊，谁人不爱回来厝？感觉嘛不爱伫我这个大家啊，是。这嘛这少年，恁哪会拢安尼？你也知，拢无尊重这个婚姻啦，参照阮这眼前的啦，做伊走去大陆包阿鲁奶啦，全死唔转啊！安尼看你的气势也无的啦。是讲，叫啦，你这个婚姻哦，那我多摊个挽回哦，尽量爱个挽回啦。唔通安尼简单就惊去迄个离婚的路知影无？阿囝，就好别讲了，无唔对啦。但吼，你若有看到小女啊，你着甲伊吼爱较轻声细说，唔通阁甲伊大细声。啊，若我到时吼，伊煞无爱倒转来呢。母啊，你拢爱阁甲我讲遐啦，我也无爱阁听你所有的理由啊。规定哦，你家叫我四妞伊啊爱小弟的啦。哎，人迄是大卖场的档呢，哈、啊！啊，你讲人才无人才，讲钱财无钱财，叫你做一个奴才，你也无法度啦。你是要提啥甲人比啦？就是安尼嘛。人迄青梅乌白母嘛要摸迄个董事长迄级的，啥物人要摸你这款的？搁讲倒转来啦，人讲牵牛都爱软手啦。你即马哦，若要挽回恁某这条心，你都爱用较软的，你唔通安尼硬拄硬咧硬夹变，安尼这间厝会毁咧你啊啦！变，看你安尼神叨叨，我甲你讲啥物，看会较轻松无？哎呦，你嘛较紧啊！我较紧啊！哦。小鹿啊！真歹势呢，阿婆甲你通知一声，啊，着对恁母啊接来厝下住，害你伫担心吼。袂啦，小女啊，人美芳啊，房间甲咱拼好啊呢，啊，你着到落来甲我住就好啊。对啦，厝里留落来住，看恁两个吼是要一人住一间房间，还是两个要困做伙？怀伫厝内房间真济呢。免啦，有影免啦。哎呦，阿美芳认我做客母，
啊，恁两个就是客姊妹啊，啊是咧青云啥？对咩？离婚是你无想要另外这个客大姐，对吧？无啦，我无这个意思。无这个意思，安尼上好啊，啊就安尼决定啦吼。尤其啊，啊，呾小女啊，即马决定要住落来啊。啊，阮客小妹要住倒厝内，你都要替我好好照顾伊，唔通欺负伊哦，吼。母啊，拄只安请来去炒菜，我来做一做。我无来个干脆袂用的啦。哎呀，迄款人你插插一下，对啦。招来啊，即马当咧红花头，你若去哦，多扫着红台尾啦。你讲啥伊都听袂入耳，慢请去啦。等你吧，阿达饭煮好，会使食饭啊啦。啊，好啊。